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比面包还柔软的早餐饼，方法特别的简单。碗中倒入250毫升的温牛奶，打入1颗常温的鸡蛋，加3克酵母粉，1小勺白砂糖。做起来也特别的简单，全程不用手蘸面，非常的方便。喜欢这个做法的朋友赶紧动手做给家人尝试一下吧。我是小杨，每天更新不同的美食，喜欢就关注我一下。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